然后在做梦之前呢，我要来抽签，我又要抽签了。你们应该有看到我今天下午 PO 的那些东西吧？就是大家投稿的东西哦。那我会用一个线上抽签的系统，然后看抽到谁呢，我就会去谁的岛。那我现在要抽咯，我现在要抽咯。来，我抽到的号码是2456。2456。7537。因为我没有写名字，所以是谁的岛我也不晓得。7537。2870。好。过的呢，我就会台湾独立的岛，哇哦，我会不会被黄标啊？OK 的 ，OK 的，我觉得 YouTube 上面最近好像对这一部分的审查是蛮严格的。哇哦，充满魅力的台湾独立世界。这台词也太好玩了吧！哇哦，你看他的岛旗，好、哦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台湾独立岛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设计有什么。如果呢，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被黄标的话，我会跟大家讲。应该是不会啊，希望不会。我们只是在玩游戏嘛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事设计？哦，还有出各种颜色的这些是吊嘎吧？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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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图啊、哦。他的岛上哦，有两只狼，然后香草、麻绒、麻绒，哎、欸，这只狗第一次看到。文字烧、美林、帕塔亚。好，那看起来我们是在他的岛的左半边嘛，我们就先从就是左下这一块，我们就先不要过桥，我们就先把左下这一块逛完，然后我们再从上面，然后再逛到右下那边那个方向去哦。好 ，OK 了，哇，它这地板很漂亮，花花草草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岛主有在线上吗？岛主有在线上吗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投稿的，就是有人投稿，我就把它全部记在一个记事本里面。我只记那个梦境门牌号，我没有记说这是谁投稿的，所以是谁，我进到谁的梦境，我也不晓得。很漂亮，看这边很漂亮，我很喜欢这种，这个叫什么？就它的路就不规则的，它不是一条直直的路、喔。你看它这边还有一些凹洞，这些东西，我很喜欢这样子，就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，比较自然一点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这种东西我很喜欢哦、喔。哎、欸。这个是谷仓哦，流动厕所、垃圾桶，这已经就很人性化。哎，上面这个 on 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里面有养东西吗？啊，还是那个是什么牛奶壶，然后可以改造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完全不晓得。然后你看他这边，他把那个坐垫叠在一起的，然后。用这样看起来像肥料有没有？然后那边又用一些水果的箱子，很酷，很酷，很酷。哦哦，它这淋浴的地方，那地板还做不一样哎，好酷哦！感觉很在意一些小细节哦。哦，你看它这个火把，它旁边的这个地板。哦，哎、有这里有我们的国旗。我要在这边拍一下照片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它这个景点好漂亮哦！
家。它两棵树中间还有放一些石块的那个设计哦，很好看呢。我被一个拖鞋挡住过不去。哦，这里有狗狗，这里看起来是在种竹子的地方哦。它这边有一些砍掉的竹子，还有正在长的竹子哦。很酷啊，我觉得很会利用这种高低差，就是植物不同的生长时期，还有它砍掉的部分，这样造景起来就很好看。哦，这很厉害啊！你好啊，阿富。好的亲，那个口头禅是怎么一回事？好，帕塔亚你好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的口头禅都是长这样子？哦，他这里也有种西瓜。很棒，我很喜欢这种农村的地方。哇，他说不规则的草地，然后又配上这些花花草草的，好棒哦，超棒的，我喜欢这个地板，超喜欢。赖恩瑞，欢迎来到台湾独立岛。好，哇，你看他这边也有一个圆形的石块的地板，刚才那边有木头的嘛，这边是石块的。嗨，你好，跟他讲话不会又有什么劲爆的对话吧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没有，就是一个笑脸而已。好，这里是看来是煮饭的地方哦。那边是只能看不能下去吗？看起来是在播电影吗？那这里，摆一个这个东西在外面，感觉就不太妙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哦。它这上面怎么有那么多好，还蛮好看的毛衣耶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妈妈毛衣是不是？那妈妈毛衣可以改造成这些吗？我完全不晓得。看来就是一个裁缝店的概念，小小裁缝店。哇，都是妈妈系列的家具。花圈在日本是庆祝吧？对啊，但是在我们这边看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就像你们知道日本人他们的红包是白色的吧？就是以前我有去日本交换留学过一年嘛，然后那时候我有领学校的奖学金呢。那学校发奖学金的时候，他是用白包装给我的，但我自己是觉得 OK， 那就是入境随俗嘛，是别人的。可是我回来台湾后啊，我用那个就一样的那个信封，然后里面装钱要给别人，别人就不想收哦，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啊。好漂亮哦，它这个黄黄绿绿的菊花。这边看它是做一个花店的概念吧，但它这边好多猫草，然后这边都是花，这样一圈一圈种起来。嗨，好，因为我英文不好哈，哦，那这边施工中。如果有那个英文好的人，你可以在这边在留言区帮忙翻译一下。嗨马蓉你好。他房间有明明有那个音乐播音乐的，为什么进去没有音乐，真奇怪。嗨，你好，罗伯。他这边不能过去哦，你偷看一下，那边看起来是一些发电厂。他的口头禅是台湾。是梦境里面他们都不会播音乐吗？
这样子吗？为什么进来他们房间里面都不会播音乐？哦，这边他还刚浇过花，哎，就闪闪发亮的。这边就等它长出来吧。蓝玫瑰培养区，哇，好漂亮，这里好漂亮，我要拍一下。这里好漂亮，你们看，哇哦！呀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拍一下。这里很漂亮，我喜欢。哦，这是他的房子，我们进去他的房子看一下哦。好，嗯，这一间房间就是一个沙滩哦。我们去看一下其他房间长什么样子。嗯，这是一个海岸。哦，这边就是一个温泉屋。这里是他的睡衣吗？哦，这里是他的浴厕，哎，他的浴厕好潮哦。如果他的这些马桶啊什么东西都换的旧式一点的话，还蛮像我以前我外婆家的感觉，我觉得很乡下。我算了一下，我目前有69个投稿，那我就是看抽到谁就去访谁这样子。那抽到过的呢，我就会把它删掉。哇，这个感觉很棒哎，就是都是这种，这个叫什么？咖啡色系的，原木色系的。哦，上面这里还有东西啊！好吵哦，发电机。这里是它的工业区吗？就是手工艺区。好漂亮哦，它房子设计的很漂亮。李可的家，李可不在哦。哦，你看它这边用那个火鹤花。然后，对，它感觉就是一个农业的岛哦，它有很多一些农业的东西在里面，像这个肥料啊，这个肥料上面放个草，呵呵，然后这个火鹤花这样子就很像在种花，有没有？这又是谁的家？罗伯的家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往这边走。哎，它景色这里，它自然景观真的是用得很好看。上面这边因为在梦境没有梯子哦，他没有做梯子的话我就上不去了，应该有吧。它上面还有博物馆，哇，这些石头的摆设啊真的都很棒哦。然后它这个低木品种不一样，所以叶子不一样哦。再过去，哇，那边怎么有监牢，感觉好像有点可怕啊。这里他不给人家过，好，哎、欸，我还是过来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罗伯怎么跑去那里？那边是神秘海滩，上面杂草长很多。那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样，感觉这个博物馆荒废很久了。那边是垃圾集中区哦，还有跳蚤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坟墓，这坟墓是。百合，百合，你怎么了？哇，没有木鱼哦。哦，史培亚，看来他岛上曾经有过很多狼哦。史培亚跟百合都，死在这边了。哦，美林，哎呀，我被生气了。这里是私人空间，你怎么可以闯进来？不好意思。呜、森林的感觉。我现在进到房子里面，然后没有音乐，我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健身室，还有 Switch。里面有猫砂，看起来是比较一般一点的卧室。哇，猫跳台放在床的旁边，这样子猫就不会跳到床上来了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好像也需要。你最近睡觉一直被我家猫袭击哦，
袭击到我都没办法好好睡觉。他会过来观察我有没有睡着，然后发现我睡着了，他就会揍我。哇，外面他这边放一个眼镜，谁会想过在这边放眼镜？看起来超赞的啊，就很像就放一个太阳眼镜在旁边休息哦。这边是野餐区。这边是野外健身区哦，然后这边有晒衣的地方。哎，等一下，它上面好像还有东西哦。这里是它的矿场吗？这算矿场吗？它就挖一个小岛，然后让很不规则的小岛，然后让那些石头全部长在这里。这边养蜂区。他这边也是正在种橘色的玫瑰哦，看起来是栽培中。嗨，每天都要喝饮料，好，可以，这个很台湾，可以，我也是每天都要喝饮料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满足了吧？我们就回去咯。哦，你看他有这个台湾金鱼的那个图案。这个点下去，哇，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它这样子缩图小小的，就感觉好像字歪歪的，有没有？不是很好看，可是点进去就好看很多。哦，这旁边这是什么？好，不行呢，这穿出去会被误以为是某个人物的粉丝哦。好好，那我们回去了。醒过来。啊，我们第一个岛就那么厉害，随机防一个岛就那么厉害。